我这个唔免介绍伊啦吼，因为伊国际上有名啦吼。不过我到一摆，这个啥物电视顶头看伊咧讲，我拄仔咧问伊吼，伊咧讲伊美国的经验是足够，但是伊要做啊，伊伊目标足紧。这大概不简单啦吼，这有天分差不多的啦。啊，这可能是印证着伊过去，伊这成长的过程吼。啊，所以真欢迎伊来，啊，今仔日嘛真欢迎伊个少年人来吼。啊，听我听你讲话。啊，这个再次欢迎这个唐凤政府委员。我细汉时阵，阿妈是甲我讲台语，但我爸的 vocabulary 就停在六岁，所以我们那一代都是这样子的，尽量拍摄。所以，我今天是有 PowerPoint 啊，按照那个投影机刚刚好像有点问题，所以我就这样转过来，比较亲切。那但这个 PowerPoint 其实如果看不太到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大部分是用讲的。那大概讲个十分钟、十五分钟，然后其实大部分还是跟大家对谈。阿公公等于妈妈也在，我听得懂，因为我们行政院里面很多是在用台语开会，所以我现在大概都已经听得懂了。我这是我的办公室哦，这是叫做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它是在仁爱路三段99号。那这个门牌本来是没有的，因为本来这边是空军总部，大家可能记得就是那个围墙嘛。那我们现在这里面就是我们那个罗大佑不是有一首歌嘛，就那个绿光小镇嘛。然后我们是反过来，就是我们砌上家乡的红砖，然后我们拆掉水泥墙，所以就是以前空总那种好像戒备森严那种，现在完全空间解严嘛，变成一个好像公园旁边还有一个公园，但是大家森林公园，那过了建国花市旁边又多一个公园这样，所以欢迎大家有空常常来。那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是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然后来找我只要谈的是有公共利益的事情，那我就会跟他聊40分钟。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全部的讨论包含今天的演讲都是录影，是公开上网，所以这边一般的那个政治人物就是有人来拜访有点不一样。有时候有人来拜访的时候如果没有记录他讲的是对他有好处但是对别人不一定有好处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全部都公开嘛，所以任何人来找我讲的都是对大家对子孙都有好处的事情，因为不然他子孙会看到啊。对，这个时候就把大家的那个想法往公益的这边啊去引导。那像这个足球场，那个足球场，然后线条就是比较有趣啊，比较有创意，那就是我们喜憨儿画出来的。大家听到喜憨儿，可能想到是说他们很会烤面包啊，很会烤饼干，但其实他们也很会画画。对，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不像他们看到的那么丰富，他们看到有点像有个画家叫梵谷啊，就是有各种各样子的几何的连结啊，线条色彩的连结，所以他只是看到一个足球场画出来，大家踏进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充满创意，充满灵感。所以也不是只有国内，也有就是国外的朋友来这边，然后看到这个就变得很有灵感。像这一位，这个中间这一位啊，他是捷克的市长啊，叫 Zdeněk Zeman， 那就是赫瑞普嘛。那之前有来过台湾两次嘛，自从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在台湾念书，那他就专程在他行程之外来我这边看，结果他一看到，他带着这些年轻朋友，可能才30岁上下，都是他的小内阁，就是局处的首长。那他看到这个喜欢来的这个作品，他就灵感就冒出来。所以我们本来合照都排一排，最多排两排，那就爬到这个攀爬架上面。刚刚这一张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只是放那个看板的，但他们就立刻就爬上去，所以就跟他们合照，那就留下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手上拿的都是对人类、对后代子孙好的17项，叫永续发展嘛，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
那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小那个就直接爬到这个上面，那我有一点捏一把冷汗，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放过人嘛，我不知道他会垮下来，不过还好没有垮下来，不然就头版头条。但是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哎，这个他们虽然看不懂上面的汉字，可是这些符号，这十七个符号，就是永续发展目标都也在身上啊，这个十七个好像一个彩虹一个圆环这样子。那这个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就是包含它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分别是说，哎，消除贫穷，消除饥饿，那全世界要保持健康，要有教育啊，性别平等啊，干净的水资源啊，良好的循环的能源啊，等等，良好的工作啊，那一路到最后就是要有公平正义，然后要有全世界一起合作，那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联合国或者是我们虽然还不在联合国，但是我们也同意说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真的充分感觉到什么，就是我们说台湾 can help， 就是我们不是只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解决的过程我们也分享出来，然后来解决全世界的问题。那因为我是数位政委嘛，那我常常就是跟日本，因为日本都把我当作 IT 大臣，有没有，他们都叫 IT 大臣，然后我就一直跟他们解释说不是这样，我们已经因为 IT 是讲的是资讯技术啊，科学技术，资讯科学跟资讯技术啊，我们已经有科技部，也有科技部长，对，我很尊敬吴振中老师，每个礼拜都一起开会啊。那但是就是说我们数位是建筑在科技上面，但是本身是把人跟人连起来的一种科技，是社会科学啊，还有社会组织的技术，那这个也是科技啊。只是在台湾以前大家听到科技常常想的都是自然科学啊，产业应用的技术，这个才把它想成科技。但其实想一想，就是社会科学，大家像这样社团组织起来，然后呢发明一些新的，好比方说公投，这些让大家一起做决定的技术，那这个也是科技啊，不是说这个就不是科技啊。所以我们数位就是建筑在资讯科技上面，啊，把人跟人能够连得起来，那这个才是数位的意思啊。那所以像这边这个是我在试开一个无人车，当时那个麻省理工学院 MIT 哦，他们找了很多这个北科大的学生来试着开这辆无人车，它是三轮车，看起来很可爱，大概只有就是我的一半高，然后开得很慢，就是虽然说同样说三轮车跑得快，但是它跑得很慢，就是比我跑步还慢。所以它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撞到人不会怎么样，撞到就撞到了，也不会受伤，他撞到墙壁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很慢的。那在我们这个就是社创中心，包含整个文化实验场，就空总以前的空总，他这样跑了整整两年，就是中间办了很多次活动，就是让各个长辈过来，然后看到说，哎，这个新的东西，如果它进入我们的生活，大家对它的想象是什么，对它的期待是什么。它就不是说大家听到无人车好像都是开得很快，然后可能很危险，而是说在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真的很可爱。我想说我就有当时建国花市当时周末开嘛，那我们刚好在开这个无人车，我就有看到这个一对长辈夫妇啊，可能大概70岁上下，然后这个过来，然后手上提着那个兰花，可能还在就建国花市刚买东西，然后他就问我说，哎，郑文，你跟这些购物车啊站在这边干什么？我就说这不是购物车，这个是无人车，你坐上去告诉他你的地址，他会慢慢开到你的地址。他说我们有车，我们不需要这个无人车。但他说这个如果放在建国花市里面你会很有用，为什么？因为建国花市里面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提不了那么多东西，有时候拿一个推车去，但是推车能够放的也有限，那他就必须要说买了之后先寄放在摊位啊，最后再回来拿，有时候会忘掉，反正很麻烦嘛。所以他就说如果这是一个好像你不用推的购物车，啊，他可以跟着你走，所以你买了之后就放进去，然后呢他满了呢还可以再叫一辆过来，他自己退后一步然后再叫一辆过来，哎，这样子就是叫 hands free shopping 嘛，就是你可以从头买到尾，但是手上都不用拿东西嘛，那旁边有一两台无人车帮你拿东西。当时在 Boston 在麻省理工学院没有人想过这种用法，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哎，对这样子的东西有这样的期待，那再加上它是开放的，开放就是你去改它，麻省理工学院的人不会来告你侵权，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北科大的同学就真的把这个做出来，他本来一只眼睛变成两只眼睛，两只眼睛呢也不是真的是用来看，他是用来告诉旁边人他在跟谁，
然后他可以看得懂人的那个肢体语言，然后可以避开人这样。那在麻省理工学院，他们有做一个系统去看说，如果有两个人，你一定要挡住一个，要让另外一个先过，有时候很窄嘛，你要先让谁嘛。那在我们这边，他们也做了这样子一个调查，大家都同意说应该先让长辈，就是这辆车子看起来是长辈的，就应该先让他过，我们长幼有序嘛。啊，然后接下来可能是就是身体感觉移动比较缓慢的，那接下来可能怀孕的妇女啊，最后才是小孩子啊，就刚好老弱妇孺这个顺序哦。不过他们同一个调查在 Boston 做的时候是相反的，大家都觉得要先让小孩子，长辈就随便了。所以就是每个地方它的叫做 social norm， 就是它的社会的常规啊，我刚是不一样。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如果在新的科技进来的时候有过这样子的讨论，那就不会变成好像一种文化上的殖民。就是他在 Boston 其实也不是真的想要殖民，但是他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一定是以那边觉得正常的方式来设计嘛。那来我们这边，如果我们没有去这样子改做的话，没有这样改做的权利的话，就变成我们的社会慢慢就变成 Boston 那边的社会，就是一个技术进来就变成这样。所以我的工作绝大部分就是在这种不同的立场里面去找到共同的价值。那我们无人车就是要帮长辈去减轻负担，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接受说，好比像说我们从低速度的固定路线的公车开始，那这些在捷运到不了的地方，这个就好像捷运一样是可以使用。我们不会一开始就说，哎，那我们就是一般的轿车啊，都变成无人车，快速的上路啊，不会这样子。那所以，我想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去确保说，哎，当民间有这样的很好的想法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下子就让总统看到。那怎么样让总统看到呢？我们每年会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哦，叫做总统杯黑客松。黑客松就是大家去一长段时间去想怎么样子对社会比较好，可以去有点像是挑战现在的做法。好比像说像这一位也是有一点年纪哦，他是台水的那个自来水公司的检漏员，就他会带一个好像听诊器，然后去听水管有没有漏水。那一天听起来都没有漏水，那他就完成一天的工作。他听到有一个地方漏水，他就开始修那个漏水了。但是这个的问题就是，当时在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的时候，他们说从基隆这个小区开始示范，他们那边从有漏水到被这样巡回的检漏员听到，要花两个月的时间，中间已经不知道漏掉多少水了。而且这些师傅找不太到年轻人愿意来接这个位置，因为年轻人对他来讲，他修漏水他需要创造力，他愿意。但是他花一整天听没有漏水的地方，他觉得这个工作没有什么意义，他不愿意。就算其实薪水不错，他还是不是很愿意。所以，但是年轻人愿意做什么呢？他愿意来写一支程式去帮助这些师傅。所以他们就在 LINE 上面写了一支程式。这个师傅一醒来呢，他就去这个程式去分析，离这个师傅近的这些自来水管用水量、水压、水流量这些有没有异常的情况，看起来像是漏水。然后每天师傅就会收到三个 LINE 的讯息，一醒来就说，哎，附近这三个地方可能漏水，可能性70%、70%、70%啊。因为70%的准确率又是三个地方，所以他一天这样巡三个地方，几乎一定有一个是真的有漏水的地方。这个时候他的那个人类的学徒就可以跟他的这个机器的学徒分工嘛，无聊的就交给机器做嘛，有创造力的就是你水管管线接下来怎么布，未来才不会再漏水，交给人类做嘛。那这样他的人类学徒就比较愿意来学哦。那这个呢，就是在永续发展目标里面呢，它叫做6.4啊，就是去确保干净的自来水可以充分的输送到每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在三个月的比赛的时间里面，就把两个月在基隆小区变成两天。所以平均两天由漏水到消耗就变两天。但在公部门里面，很多时候这种很好的想法它可能就是到一个区域就结束了，因为其他的区域你要协调不同的长官，他也可能没有预算来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毕竟还是要一些投资嘛。所以我们就有很多这种一点点一点点的创新啊，比较没有全国性的。所以他们来总统杯黑客松之后，他们就拿到一个奖杯哦。我们每年的奖杯都是一个台湾的形状，去年是两片窑烧玻璃哦，就是象征那个中央山脉两边，这样非常漂亮。
那底下呢有一个小的投影机，那投影机一打开呢，就是会投影出什么呢？会投影出我们的总统，就是叫总统杯嘛，就是有总统的奖杯嘛。所以你只要一打开，就会投影出总统颁奖给你的画面。那总统会承诺说，你花三个月在一个地方做出来的，我们未来哦，就是每个月每个月管考，不管是花六个月还是一年，最多花两年最多，你的想法就会变全国性的政策。等于是说把总统的这个权力当作是一个奖杯，所以这没有奖金，他也赚不到钱，但是他是有点做公益的想法，就他的这个想法愿意分享出来给不管是就是台湾自来水公司嘛，那他当然是分享给北水哦来使用，那也是分享给全世界的，像纽西兰。所以这组人在后来就跑去纽西兰，跑去威灵顿，那威灵顿的水公司，他们本来没有缺水问题，但是因为气候变迁开始有了，那他们就发现说，他们自己写一个城市，或者跟以色列买一套城市，不如去跟这个团队一起做出一套符合他们使用的城市。那我们这样子一种分享，其实想一想，另外一个民主国家愿意把它的每一个自来水站的水压、水流量的数据给我们的团队，这个非常高的信任，需要非常非常高的信任，因为这是很关键的基础设施。那但是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嘛，那他们也是，所以他们就很愿意信任我们，最后也解决他们那边的问题。所以这个小故事就是说，每一个创新它在扩散的时候其实是最困难的，你证明它可行是已经花掉很多资源，但是如果我们有这种总统杯黑客松的方式去证明说，那这个小区的事情一下就可以到全区，所以我们在去年已经把就是这个技术台水已经布到全区，刚好就碰到没有台风这一年，所以没有台风又不太至于缺水哦。那这个里面这个团队有很大的贡献。那当然我们在同一届还有远距的医疗，还有高雄一个团队说气泡的时候每一个救护车都不知道送到哪里，大家都在打电话怎么样把这个资源去整合，那有非常非常多的团队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脱颖而出，那变成我们的公共政策，远距医疗也好，这个高雄照顾到屏东的那个后送的资源也好等等，大概都是可以透过这种社会创新的方式做出来的。那我们的整个评审啊讨论也都是在刚刚讲社会创新的实验中心。好，我当然要讲十五分钟，这样要十五分钟是不是？我就先讲到这边，大家就用问答了，好不好？好，来坐下。过去拢我听过少，一看人面面地吼。啊，我伫美国的时阵吼，大家拢咧侮辱咱台湾人嘛，是世界上聪明的人。啊，我小当咧问伊，就是讲是毋是安尼啦吼？啊，我但是我是发现讲咱台湾人吼，就是世界上无自信的一个民族。啊，但是这边的企业吼，我相信。会好袂少啦吼，啊，希望以后就是会当有进步吼、嗯。来开放哦，大家没问题。哎，我先哈。哈哈哈哈哈。谢谢。其实今天你可以看到在座的普遍年龄是比较长一点哈。那我们其实对政府有两大不信任的东西，我想，司法是很大一块，另外一块是现在内政部要推所谓的身份证，我们大概是在几天内办的哈。已经暂缓，不必贸然推动。哦 ，OK。可是还是有一点点担心，就是像上次健保卡或者是。什么卡要有什么什么手纹辨识的时候，大家还是对，但是还是会有那种害怕存在的啊。那还有一个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单位叫台湾观光协会，伊今日是半官方的陷阱，可是野方展是无安全的，对啦，被人家骇客骇进去。那这个半官方的活动，而且这一年来，其实台湾观光业也很惨。所以交通部拨了很多的钱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该救的没救到，不该救的已经分批拿到好多次的补助款，
那这个政府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统合或者是处理？谢谢。那司法因为是就是另外一个院的事情嘛，我是只能有一点点评论啊，就是不能干涉司法院的事情，就是很多他不信任是来自说在那个过程里面你没有权利来参与，或者是说都已经决定了啊，参与的是一些枝微末节的东西，那这个大家当然不信任。那我觉得国民法官啊，就是大家参加审判，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在大家考虑事情的时候比较少在法官的那个角度来考虑，所以接下来大家会有机会嘛，好像就是美国那个陪审团 jury system 就是好像抽签一样，可以抽到说那你也有机会去参加这样子的审理。那进来的也不是只有一个人而已，包含他的亲朋好友，因为你碰到这个案件一定会想要问你的亲朋好友相关的知识，所以大家都有机会去进行这样子的学习。而这样的话我们也才能够让那三位这个专业法官去跟这六位国民法官用大家听得懂的话，因为如果是这三位专业法官在讲，我们行家讲的当然是行话嘛，那所以讲的都是那种你每个字都知道意思但是加在一起不知道意思那种东西就一定会出现啊。那但是因为他要跟六个素人解释，那这素人其实在他的领域也都是专家，所以他也可以反过来去教法官，因为法官也不可能每个领域都是专家嘛，所以大家教学相长啊，用的都是常明的普通的语言，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才真的能够去把大家的这个互相信任重新建立起来了，大概是司法的部分这样。那内政部的身份证，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大家觉得说身份证这个制度，像如果大家有住过美国啊或其他一些国家的话，它其实有点像信用卡号，就是你可以随时去换啊，我们这边就一个号码嘛，是没有得换。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当然就会觉得说那身份证号好像是如果被人知道的话好像他可以冒名顶替哦，可以去冒充你，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个不信任的一个根源啊，可以说是根源是这样。所以现在当然不管纳指纹啊还是什么高解析度相片什么虹膜辨识啊都没有了，没有这种事情啊。对，那但是就是光是一个人一辈子就是一组编号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很多这个不信任的来源了。所以我想这部分，因为院长也已经说不会贸然推动啊，然后也不是说一定要持续，只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六代证，现有的这个六代证，最近不是才发生那个五月天演唱会，他们攻读生用手机直接去拍身份证正面了。这真的要讲哦，这个比未来七代证就算就是纯纸本嘛，已经没有晶片，就算没有晶片，那现在六代证这种用法哦还是非常不安全，因为你如果手机正面拍到整个身份证的话，现在伪造不困难，所以就算我们七代证这个我们说不必贸然推动，六代证还是要保管好，不能说随便让人用高解析度的手机拍到正反面。那当然这个例子五月天那边他们好像没有拍反面，但是如果拍到反面的话等于整张都被人家拿去了，所以这个六代证还是有六代证的问题了，这个还是要面对啊。那第三个是我觉得这分成两个，一个是说任何的补助方案或者奖助方案它一定都会有人试着去钻漏洞，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但是我们传统政府的做法都是找那个第三方公证单位对来稽核来稽查怎么样，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第三方公证单位即使是大家很相信的，好比像说像有机农业里面可能慈心的认证或什么大家是比较相信，可是他的那个检查的专业还是很专业，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参与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会鼓励一个叫做参与式验证或参与式共同保证，它不是去取代第三方验证，但是它是说你作为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点像主妇联盟的共同购买那样，你随时只要想到就可以去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说到啊有做到。那我们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口罩实名制现在还有吗？最近降价了，那你在药局买的时候手上只要有 LINE你加一个叫疾管家嘛，你可以立刻每三分钟就看到它的库存，所以前面的人刷健保卡买了十片，那它库存就会减掉十，这你不是靠第三方单位在那边保证，
你是自己排队的时候就可以去检验他有没有减掉食减到食，那他要是没有减掉食反而增加食增加食，你当场就打1922，你马上就检举说那个药师按杠了。那但是因为都大家都这样子看到，哎，真的减到食减到食，哎，药师的这个权威性就增加，大家就比较相信药师，那他们真的很辛苦，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参与式这种共同保证，它虽然不能取代第三方，但是越多这样子的机制，越多这样的 mechanism， 那大家就越容易相信彼此了。所以我想，任何补助奖助案也都可以往这个方向规划。谢谢。正委、各位与会先进，大家早安。台湾教师联盟政策小组这边有两个问题请益哈。第一个就是，请问我们存放在金融载具或消费企业载具的电子发票安全否？有人会偷我们的中奖的电子发票吗？政府会稽查吗？第二个是建议，就是台大进医院的时候却大排长龙，如果可以反而减少群聚传染的源头的话，若有 POCC 的系统连结感应器，可否减少接触感染的那个几率，也可以加速通关？好，以上，谢谢。电子发票载具哦，它的概念是说它是归户到一组斜线开头的那个条码嘛，但是它的这个归户其实它是虚拟的，就是它不一定要放在特定的你的手机上也好，其他也好，它是归户在那个斜线开头的条码上。那这部分它的这个系统是就是我们所得税申报的系统，财资中心的系统，它的资讯安全应该是比较高等级，这个问题是不大。会出现问题是什么？是如果你自己运用别的能够分析这个载具的应用程式，那你就很注意那个应用程式。好比像说你在苹果的 App Store 下载这些关于存发票啊兑奖的程式的时候，现在苹果都会要求他去揭露，说他拿了什么资料之后，他是自己用呢，还是有卖给别人？他卖给别人的时候是卖给广告商呢，还是卖给其他的做资料分析的？他再卖给别人的时候有没有限制他的使用，或者是说他有点像是，我举个例子，像我戴这个眼镜，它是一种辅助式的科技嘛，它让我看得比较清楚，但是这个眼镜制造的时候它没有装一个什么呢，就是突然会冒出广告，然后10秒钟之后才能关掉嘛。如果眼镜是这样子，它就不是我的最佳利益，就是广告商的最佳利益。所以如果有一副眼镜，我这一副可能是几百块，那可能几千块，但如果现在有人说一副眼镜免费啊，但是你偶尔就会看到广告，这种眼镜就要小心，因为它不是为你的利益而服务，是为广告商的利益而服务。那广告商也不是说都是不好的，只是说他们有很大的动机去做不好的行为。那这两个还是要分清楚，还是有非常非常少数有良心的啊。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会建议说，就是在这个归户的办理上，这是自然上没有问题。但是隐私上，当你在使用任何处理电子发票 App 的时候，尤其如果你是用苹果的手机的话，它怎么使用的要看清楚。然后如果它是免费的，也没有应用程式内购买，那就表示说，你其实不是顾客，你只是它的商品，那这个就是要小心的地方。那第二个部分我是很赞成，就是只要有能够更自动化的去把 TOCC 找到，那最好是它还有一些分流的这个做法。其实在疫情严峻的时候有做过这些事情，包含进去医院的人数的管制、探病的人数管制等等，这些都有做到。那现在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进入社区传播阶段，事实上我们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社区传播阶段嘛，这一次，所以很多的这种做法是有点备而不用，因为不想要大家太不方便。但是如果是有必要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使用，那我们也会鼓励各个院所来使用这样。我觉得就是那个 TOCC 那个结合，我比较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那个 TOCC， 譬如说我们现在就是都是会把健保卡交给所谓的检查的人，那在或者说我们去即使进到门诊，医师都是或者护士都会把你的健保卡拿过去，然后他去用所谓的刷卡的方式。
那我觉得这一来一回，就是很多地方就是有接触，因为当然他们，我看他们都会用酒精消毒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增加他们很多要做所谓清消的动作，也增加时间成本跟风险。那其实我知道，像譬如说我们在捷运，事实上是有感应式的接触的。一种所谓的工具嘛，那我就想说，那如果我们到医院诊所去，那我们可以用那个刷卡的方式，就是我拿我的卡片，我刷一下，感应一下，他可能就会把一些资讯秀出来，甚至于他会告诉我，假设我是被所谓拒绝的这个，就是可能所谓的高风险的人，他可能也会秀出来警告你。那我觉得这个警告，甚至于可以用语音。好，就接触性的那个器具，那个工具，再加语音，我觉得甚至可以提醒旁边人说，哎，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他不一定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就自管理之类的嘛，那只是说，哎，他可能是有风险什么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所谓的感应式跟语音的一些技术，在很多的医疗院所目前的一些一种防范的措施来加强，因为现在我发现包括台大都没有能做到。那这个如果可以推到，如果因为我觉得这公益性很高，而且共同性很高，如果我们可以用国家的力量给所有的医疗院所有这样的一个工具，我想应该是好。谢谢，好，谢谢。对，这很棒的建议哦。我们现在的自然人凭证在最近两年多发的，理论上已经都有感应的功能，可是实际上就是有在用感应功能，不要说有感应功能，有在用自然人凭证的那个人数是很少，所以厂商比较不愿意投入这方面的开发，确实是这样。那您刚刚提到说把健保卡变成感应式的，这个之前也有讨论过，那后来的结论啊，当时的结论就是说，那不如说身份证每个人都有，就变成你可以开启它的感应功能，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用，你也可以开启了之后放在卡套里面，这些都可以。但是你如果要用的话，就是像你刚刚讲那个场景，进医院先感应一下，那个是 EID 里面的其中一个功能。只是说因为现在 EID 不贸然推动嘛，所以虽然中央医院职场什么大概测试这个功能都测试没有问题，不过我们现在并没有一个时间说什么时候要有这样子的技术出现，因为大家对于说虽然5公分之内才能感应，心里还是有一些疑虑，那也不是大家都有用卡套的习惯，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是说，哎，这个公共利益我承认是很高，但是跟刚刚就是对 EID 的这种感应式的读取的这种疑虑，那这两个要有平衡了，这是一个。那这两个平衡怎么解套呢？哎，有一个解套的方法，它叫健保快易通，它是你手机上面可以下载的一个 app。那这个 app 现在已经好像500万人左右吧，有在使用啊。那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多，因为疫情前可能只有不到1/10一个零头。那现在大家习惯说怎么看健康存折？你如果下载了这个健保快易通的话，你的包含 X 光片啊，现在好像 CT 也有进去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诊断，上次看中医、看西医、看牙医是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里面一览无遗哦，甚至检验报告都可以下载下来。那这个我觉得对大家的刚刚讲到参与实验证很重要，医生给你看一个不对的诊断，哎，你马上就看到，就会回去跟医生讲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上面其实已经做了那种认证码的一个设计，所以未来确实有可能，因为健保署已经有测试发现，大家只要觉得手机是自己的，我是感应一个条码，我不是把我的手机交给护理人员，那这样的话，一方面就您刚刚讲的，没有少一个接触。中间也不会停在他手上。那二部分是说，哎，手机是我自己的，我当然不会轻易交出去。所以这个就有点两全其美，就是手机当然有感应功能，但是那感应功能是你控制的嘛，你要关掉就关掉，你要开飞行模式就飞行模式。那但是又可以达到您刚刚讲这个零接触的情况，只是说毕竟才500万人用，所以我们还是要照顾到其他这个1000万人，接近1000万人。左右，就是他有手机，但是不习惯来使用这个的情况，所以即使是就是感应式的身份证，现在就是不贸然推动，但是我们在健保署这边还是有在接下来，就是把健保卡虚拟化。
而虚拟化这个虽然也是我们帮忙协调讨论，但是它不是取代实体的健保卡，实体的健保卡你还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的手机上有健保快一通，慢慢你的虚拟健保卡也可以用，这个也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那我今天来这边呢、啊，听到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审慎这个永续发展，希望永续发展。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着眼于公共利益。我、啊、这个让我觉得有一个机会、来跟你报告一件事情，但是不是现在，而且你这个东西你是有定期跟总统报告。那我认为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现在所谓永续发展，整个文明最重要还是再来的能源是用什么样的能源。那我们现在如果往北方看，不管中国大陆、韩国、日本，他们都在可以说全国之力在推动在做，但台湾都没有这个声音，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那我做这个做了20年，那我也希望我可以 offer 一些创新的 idea， 是合乎永续发展跟公共利益，然后可以拿得一个总统的奖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你那边是怎么样能够跟你这个 mega pony 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序，还是现在就可以报名，然后就可以约定时间。因为这个的确是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台湾一定要赶快来做。你知道今年5月的时候，整个欧盟大概变了7000多亿欧元，哦，就在发展这方面。何况我们的惠特家园主要重点现在在风力上，那其实你怎么样让风力能够一直的发电，而这个电是有用的？这是一个要马上要面对的，但是我过去是台湾新能源产业促进协会的，我过去也推动了这个再生能源化，到2008年，但现在这个问题几乎大家都不在重视，只重视就是说不是公共利益，是你，所以这个东西你。政府有这样一个办公室，我觉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很希望能够有机会来跟你报告一下，然后赢得一座奖杯，然后把它推广到这个全台湾全世界。谢谢。我具体回答一下。那个总统杯黑客松是任何人都可以报名，那只要找总统杯黑客松就可以找得到。那我的时间的话，它是一个叫社会创新平台，找上面就可以找得到。那社会创新平台上面现在已经有500多家，应该接近600家有登记。这个登记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像上市规公司一定要揭露它的永续报告嘛。那在今年开始，金管会慢慢提升那个我们叫 GRI 嘛，或者说所谓 ESG 了，就是同时兼顾环境跟社会跟治理的这样一种揭露。在台湾很多是不管是中小企业或者合作社或者是非营利组织，其实他们也都在做永续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他们有点像上市规公司那样，也给出每年的这种公益报告。那这种报告只要愿意给出来，那就可以约我的时间。所以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登录的，包含像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立主张嘛，或者是里人啊，或者是喜憨儿啊等等。那这些登录之后，它会有一个编号。那这样子登录之后，就可以直接来找我，然后就可以聊个40分钟。但是等于是说你要先对大众公开你的社会使命或环境使命，然后接下来我会来协助你达成这个使命，这样所以参考一下。谢谢。好，
那个政委好，还有各位先进前辈大家好，我是台北水当当姐妹联盟的副理事长江梦梦。那今天很开心在这里，然后听到您的演讲。那刚刚延续刚刚这位黄先生的议题，就是您就是一直在不断的为联合国永续发表发展的目标一直前进。那这里有两个有三个，好，第一个就是想要请教您，就是关于您在举办这个总统黑客松的部分啊，对于那个目标十三 Climate Action 就是气候变迁的部分，以及我比较关注的十四 Life Below Water 就是水生命，就是我们的海洋资源的这个永续利用的部分，就是有没有就是针对这两个主题，然后大家有回应有些什么具体的一些创建或者是行动的部分啊，因为这个其实跟不管是跟台湾或者是我们整个地球其实都息息相关，是第一个问题。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总统，因为您非常有机会见到总统，就是总统今去年为了要募款，然后他跟就是很可爱的猫啊狗啊就是合照，然后来做募款。哦，这个那其实在我们关心野生动物保育，不是不是这个流浪猫危机，是野生动物保育这一块的一些就是学者专家或者一些好朋友来讲，我们其实有点点受伤，就是说其实台湾的野生动物也很需要被关注，可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政治人物他们在于就是猫狗的可能比较好拿票，所以大家都比较关心就是跟我们人比较接近的这些宠物，比较不比较没有很投注关注在我们的野生动物保育的这一块。那是不是有机会我可以也是就是跟几位学者专家，然后去拜访您谈这方面议题，或者说让总统怎么样来关注这一块的部分。那第三个比较冒昧的请求就是我们那个水当当是一群欧巴桑，那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进邀您来为我们一群欧巴桑演讲，就婆婆妈妈演讲。好，谢谢谢谢。很重要，我们去年的总统杯黑客松可以说五个冠军团队都在做气候变迁的议题，所以可见气候变迁这种有人是已经叫做紧急状态嘛，必须要有紧急行动。那环保署这边用词是比较保守了，说立即要因应，就是不管叫因应还是叫行动，其实就不是只是调试而已啊，它只是以前的那种调试上慢慢来调试，但现在是说我立刻要因应，或甚至立刻要行动，这个是很明确的。所以像去年的五个冠军，我每个就一句话来讲啊，有一个叫台湾好植地，它植是种树的植，现在已经在跟桃园合作了，就是在用手机让你看到一片国有的空地上如果种满树会有怎么样的景观，然后大家按照共同的愿景来认养这些树，所以这个对气候行动很有帮助。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奉茶，奉茶就是你会看到以前就是大榕树或什么树底下有一个茶壶嘛，这是很好很有人情味，那现在它是用类似宝可梦那种 app 让你要装水的时候知道旁边有哪些店家可以让你装水或饮水机，还可以打卡留言换金币以及点什么东西可以去换在地的可能格外农品啊一些小农做的在地的这些饮料，那所以这个是把每天喝水变成一个集体的行动，那连续五十天之后你就不会想要买新的宝特瓶了，那这个对于就是海洋废弃物的清理也是很有帮助，因为从源头去减量嘛。那另外一个叫做健康气象一起来，它就是像你在用奉茶这个 app 的时候，它侦测到不是说快四十度而已，而是说它的风速风向，或者你本来就有一些可能比较慢性的一些情况疾病的时候，它会立刻提醒你要多喝一点水，因为这么热是以前没有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会不小心中暑，所以他透过这种数据的分析去提醒你说，什么时候赶快补充水分，那就不会中暑。那还有一个叫节能自在好生活，就是现在大家慢慢会装智慧电表，可是自己家里的冰箱冷气什么不一定会装那种量它的多少度数的那种电源适配器，在外面装一个智慧电表很容易，要进家里安装不容易，所以他们台电就有点像台水的那个案子，他们就用 AI 去分析，只给你知道说你按照智慧电表的用量其实看起来就是洗衣机或者是电冰箱或者是冷气机在那边耗电，
那这个很重要，是因为尖峰的电力很多就是这些一起运作造成的嘛。所以你不是说慢慢的汰换，而是说这个其实它已经老旧或者已经功能不彰，你现在换掉立刻就可以省到电费。那这个也是让智慧电表推行变得比较容易。那最后就是叫透明足迹，扫了再买，就是在超市看到一盒饼干的时候，你用它的 app 去拍，不是出现价格，而是出现价值，就是它创造多少环境价值。那可能是负的，如果它有被采伐农地工厂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它的价值就会变负的，就会变成是说，其实你买这盒饼干这么便宜，是因为有一些部分它是从后代子孙提款来付了。但所以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会养成有责任消费的这个做法。那我觉得这些团队整合起来，它会造成一个新的，我们叫比较永续的这样一种社会观点。像我们在国际上开会，很多人会问我这件衣服嘛，那因为它有这个徽章，那这件衣服本身也是很永续，它是大概12瓶回收的宝特瓶，加上大概6杯咖啡的咖啡渣，那这叫咖啡沙，是台湾的一个机能布料。那所以就是这叫 upcycling， 就是我们每次回收，以前再生纸啊什么都是觉得每次回收它品质稍微打一点折扣，但现在是每次回收它又变更时尚，可以卖更多钱，那这样就比较多人愿意投入循环经济了。所以这是总统班内克松，我觉得这几接下来对气候变迁，它每个都是有一点好像曲线的那种感觉，不是直接说我们就开始碳交易、碳费、碳税等等，那个是需要立法才能做到，但是每一个都是让大家看到说，哎，这里面有生意可以做，这好像不一定对生意是一件坏事这样。那我觉得野保这个真的很重要，我有在北中南参加荒野的那个活动，那也看到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关心不管是黑熊啊、石虎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野保的部分，多于他们关心他自己的同伴动物，所以我觉得这个至少在年轻人这边是很有机会，这是一个社会气氛啊。那所以如果有空的话，我也会去跟我的同事们讨论这件事情。那至于邀约我时间就一样，就是如果有在那个社会创新组织的登录上面，你不一定像以前社会企业说你一定要有产品或者是你一定要有服务，你只要有那个使命以及达成这个使命的一套方法，那也都很欢迎登录上去。对，这叫社会创新平台。那演讲的话就不是我自己在谈，演讲不是我在谈，是我行政助理在谈，不过他今天也有来，是在黄子维，所以有空的话可以去跟他约。这样，谢谢。诸位好，你好。首先要谢谢你跟你的团队在我们这个防疫的这段时间做的所有的贡献。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你刚刚有提到五月天的那个演唱会，然后出了两个就现在很多人在看的是叫天网。那想知道天网这个系统是不是我们自己台湾自己研发的？是电子微电零式。OK， 那可不可以再解释多一点有关这个天网？因为每次有这种所谓的那种，就是说那个 identity 的那个这个是 tracing 那个这种设备出来的话，大家都会担心有关于个资的问题，那也担心被骇客的情况。那所以就说，假如在天网的我们自发流，有关于这个天网里面比较详细解释一下，说到底是怎么样的系统，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啊，最重要是在治安的方面，保安的方面是怎么样可以就是维护？谢谢。是。我自己有接触的比较是电子围篱，那当然现在电子围篱2.0啊，行动式电子围篱哦。那我就从这一方面来回答。电子围篱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大家如果在地震前几秒钟有收到过那个简讯，你应该都有收到嘛。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收到，会说自己是国家级边缘人，没有收到国家级警报。对，现在应该就是半边人群啊，应该到处都有基地台，应该是都收得到了。那这个很重要嘛，因为像这个也不是只是给大家的手机，它也会送给电梯。电梯就知道它有5秒的时间，可以赶快到下个楼层，然后停下来，停在那边。所以这不是只是我们人联网嘛，物联网也是。那这个地震的警报，还有水灾或者台风发生的时候那个紧急撤离的那个就是豪雨特报，那这些都是透过基地台的定位，对于某一个范围里面的手机去做一个推送。所以这个它的原理其实就是这样，就是灾害告警的简讯。那这个简讯有两个特色。一个是说，它不需要你打开什么 NF。
NFC 啊 GPS 啊什么 WiFi 啊什么 5G 啊都不需要嘛，你只要收得到 4G 讯号，其实它都一直保持运作，所以它跟你手机上面你写的 email 啊传的讯息啊 line 啊完全不相干，因为它就是一个简讯的一个平台，这第一件事。第二个是其实它也不是很准确知道你在哪里，因为它是靠离你最近的三个电信商的基地台跟你的讯号画三个圆，这三个圆交叉的地方就是它觉得你的手机在的地方。但因为基地台并不是真的很密，所以就算在大都市里面大概也就是50米左右的这个范围，所以它不知道你在哪一间房间，但是它可以知道你在哪一个 block， 就是 哪一个建筑物群吧，这样。那所以在就是电子围篱 1.0 的时候，它就是用来做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这个防护嘛。除非你到集中检疫所，那这样子物理上当然无法离开。但如果你是在自己家里，现在一人一栋啊或之类，那它就会先画一个这个围篱，说，哎，这一栋大概50米的范围是这样。那如果侦测到你的手机讯号消失了，或者是手机讯号离开这个范围，它就会传简讯。那简讯不是只传给你，是传给当地的可能里干事，那或者是当地的一些这个防疫相关的卫生局的朋友。那这些朋友或者如果你是已经可能是有染疫的风险，那就是居家隔离中，那就传给警察了。那不管是传给谁，那总之就会有人上门嘛，或者至少打电话给你确认说你现在状况好不好等等。那这是电子围篱 1.0。那在当时呢，其实我们就有在想说，哎，如果有一些所谓的防疫泡泡，大家可能记得那个杰克，就刚刚那个市长，他来的时候，他并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同一个地方，他是会移动的，他不能搭交通工具，但是他无论如何会动。那这个时候呢，经济部也好，外交部也好，就必须要防人盯人防守，就是他的视线，就是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我们随行人员，那个人的视线也不能离开他。确保说他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那但是第一个，这个他可能就是注意力有时候会闪神啊。那有的时候像我们的标志标线，如果也没有翻成英文的话，他不是故意的嘛，他可能就走出去了。那这个时候都会造成一些外交上面的一些状态啊。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想说，哎，那如果是像这样子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做成是移动式的电子围篱？就是说他一面走。那这个电子围篱呢，不是在它碰撞到一些，好比像说捷运站，就是感觉上它不应该去搭大众运输，但它就跑去搭大众运输。在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也同样的传简讯。那所以当时就是在开发这样一套系统。那这套系统不是给委外什么云端什么，就是在电信商自己的机房里面跑。所以这些处理也是在电信商自己。那电信商本来就有这个讯号的资讯啊，所以28天之后删除，他也不用说他跟他的厂商都要删除，因为他就是他自己的厂商嘛。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资安上面我们需要防护的那个，我们叫防护表面是比较小，就是你如果能够侵入这套系统，那你也可以侵入整个电信商的系统，这个是比较不容易的啦。所以因为他是在电信商当地处理啊，28天之后销毁，那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延伸到这种移动式电子围篱的时候，等于就是把在14天之后再加7天，然后再设一些碰撞范围，就是这些地方它是指挥中心已经说了说不要去参加这些非常大型的集会。那这两个一发生碰撞，那同样的简讯就送到当地地方政府的朋友手上，那接下来的行动都是他们收到简讯之后的行动，那就跟这套系统关系就不大。大概这样回答你。开了开。你好，我是这边政策小组。那这边一样有两个问题要询问，然后第一个也是跟 EID 有一点点关系，就是目前就是说，因为之前有一些基金会跟一些民间团体有提到，就是说政府团体的原始码究竟能不能开源的问题。对，然后这个想要询问一下，就是会不会有危害，是会有。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因为今天有讲到那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嘛，然后因为永续发展目标第一点跟第二点主要是贫穷问题，那这个问题在现在它会慢慢从一个比较远的项目变成一个近的项目，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导致就算是已开发国家的失业率也一直上升的问题。那目前就是台湾这边有没有相对的措施，政府这边有没有一些相对的措施或一些技术更新这样？然后这两个问题。谢谢，非常好的问题。我们说开放原始码，其实在开放原始码这个概念出现之前，有一个概念叫自由软体。
那自由软体它是比较人权的，那开放源码是比较经济上的。自由软体就是在说跑在我自己电脑设备上面的程式码，理论上我都要有能力去修改它，因为为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就像刚刚那个眼镜会突然跳出广告一样，它就是有点像是我被别人殖民了这种情况。那后来开放源码是扩大嘛，变成说，这是一种大企业之间分享源码来减低维护成本的做法。那因为我们就是以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是什么大企业，所以开放源码这件事情虽然是开发上面我觉得很棒，像我们的一开始口罩地图啊什么都是采用这种比较开放的方式来试出，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系统整合商，我们现在的要求都还是只有它开放 API。就是开放说跟人互动的部分也要能够跟机器来互动，这样别人要把他的这个作品再去做改作，好比像说加上不同的国家语言，我们现在20个国家语言了，不同国家语言版本不能说这个政府的每一个网站一开始都要写20个语言的版本才准推出，这个要求很大。但是如果我们说它可以有开放的 API， 随时想要加美语就加美语，加阿美语就加阿美语，加台语就加台语，那就把它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透过网站变成人先透过另外一个台语的界面，然后再回去跟那个网站互动，这样子把它加起来的话，那我觉得目前是看起来比较可行的做法。但是本来自由软体上面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所以大家其实在 EID 这个题目上最在意的就是那个去跟读卡机讲话的那个软体，因为这个软体它要确保几件事。第一个说这个读卡机没有被仿冒，没有被伪造，它不是恶意的读卡机。那二方面是说，如果你有开自然凭证功能的话，它可以代表你签章，它有一个法律效果，所以这个其实大家是最在意的。那之前就是中华电信前一版的自然凭证没有把这部分的原始码开放，那但是现在就是社群的诉求就是说至少跑在我们机器上的，那我们要能够看，这也很合理，因为如果是就是黑帽就是图谋不轨的话，其实你都让他下载了，他无论如何会看得到嘛，所以你不如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当他跑在你自己机器上的时候，你没有把它开放出来，那就是只便宜坏人没有便宜好人的这个情况。所以至少这一部分嘛，那当然现在不贸然推动，但是我觉得未来就是跑在大家自己机器上的要以开放为原则，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步。那至于说跑在伺服器上的是不是都要开放的，我觉得先从开放 API 开始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确实当时也有你一个就是拯救失业率的这样子一个方案在我们的纾困跟振兴的这一段，那尤其当时预测就是当届毕业的大学生的失业率会特别高，因为他本来能够就业的这些场所有些会因应疫情的关系所以减少招募，所以确实当时是这样。那不过后来我们这个预想没有实现，因为台湾防疫做得太好了，所以等到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发现失业率好像也没有增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因应可能有失业率增加的情况有推出一个方案，那叫做 T 大使哦， T 就是台湾嘛，然后 Transformation 就是转型，数位转型的这样一个计划。那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 3t.org.tw T 大使的网站看，它就是让应届的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才刚毕业不久的朋友，他可以在业师的引导之下去帮特别是中南部或者东部，总是不是大家都集中到台北来的地方，特别是中小企业或社会创新的这些事业去进行数位转型。那可能一组一组5个人5个人，那他花半年去把一个地方的那个数位的能量提升起来，那这个对年轻人是很有好处，因为一方面他可以领好像是超过10万吧的这样子的，就是等于国家直接给他了的学习奖励金。那二方面，他会觉得他是来跟老师傅学习没有错，但他也有一些可以找老师傅的东西，他可以把老师傅那些难以传承给年轻人的那些传承给机器的学徒嘛。那就像刚刚那个在台湾自来水的例子，所以这个报名非常的踊跃。那所以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T 大使。那本来是为了要就是挽救青年失业率，不过后来但不太需要挽救。那但是无论如何，仍然是一个很好的计划，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已经无多人阁继续落来吼，是毋是请这个？因为这个政委吼，真少甲社团互动啦吼，我那请伊做一个结论，就是讲伊
来这的感觉是怎样？是这样的，是是是，我觉得很棒，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在网络上面透过视讯啊，跟全世界这样子互动。那台湾我们这样子面对面，我们说见面三分情嘛，那社团有组织起来，我觉得不止三分情啊，可能四分情、五分情都有，就那个人情味还是很浓厚。这个不是我们在 VR 或者是在那种虚拟的世界里面哦，那个透过视讯，我们慢慢接近三分情。但是社团如果已经组织起来，已经有自己的情谊，这个已经超过三分情很多。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金江华裔，谢谢大家。